这个故事发生在西元1803年，也就是清朝嘉庆八年，地点是南屯，彼时叫做礼头店的万和宫。万和宫建庙的初期，原本只有老大妈一尊神像，后来因为妈祖的灵验，迎接的信徒愈来愈多，因就开始增加妈祖神像的雕刻。就伫即一年的3月10日，万和宫新刻的老二妈未开工点干的时阵，有一件真神奇的代志发生，是啥物代志呢？请看。唉，今仔日的日头哪会遮大？先来去土地公庙遐歇一下。拜托，这是无啥问题啦。不过姑娘，我甲别哩。哦，我是住伫西大墩大溪之庄廖家的查某囝啦。哦，原来是共庄的哦。你是毋是嘛来万和宫遮看热闹？啊，是有啥物代志要拜托我？我是想要请大兄你行一撮去阮家，甲阮爸母讲。在阮厝前的桂花树下，我有带两个龙鱼，请伊去甲挖出来哟。顺便请伊免替我烦恼，我会伫万和宫遮。最简单，我连面就是我去恁家甲因讲。啊，你是毋通看热闹，看到袂记你时间。马扎西收到廖家的查某囝，也就是廖品瑞的拜托以后，就赶紧倒去大溪地庄，要甲廖品瑞的爸母讲。唔过，有人伫个无？咦，哪会门口口挂白纸张？啥人啊？是我啦，我是和你共砖头迄个麦扎西。请问有啥物贵事？哦，拄只我去拄着恁查某囝，伊叫我来甲恁讲，伊伫恁厝前个桂花树下有台两个龙吟，爱恁去挖出来哟。这个时阵，阿母拄对内底间行出来，听到因个话，就讲：你讲你去拄着阮品牛？是啊，而且伊就交代我甲恁讲。伊人会伫礼头店的万和宫，爱恁免烦恼。哪有可能？阮品娘早就已经做生啊，你哪有可能去拄着伊？麦扎西面色变甲真惊吓，心内想讲，敢会光头白日，家己煞去拄着歹命？因一个人真焦急，就赶紧走去厝前的桂花树下，看讲是毋是真的，想袂到。是真的耶，阮家的品牛真的有带两个龙吟在遮啦。老的啊，十四阿兄讲的话可能是真的，咱今来去万和宫看卖。廖品牛的爸母赶到万和宫，一日大殿就看到顶殿妈祖老大妈真庄严的坐正中，因两个四界走找，就伫这个时阵。老的，你看，这有一尊神奇的妈祖婆，面型甲咱品牛足共的呢。是啊，是啊，真会甲阮品牛共款。这尊神像伫万和宫最近才乞讨的弟妈，因今仔日才完成开工点灯的仪式，娘娘，我嘛是彼时去拄着恁查某囝来遮看热闹。唔过，真正足像阮品牛。品牛啊，阿母足想你的，这阵妈祖婆是不是就是你啊？当廖品牛的阿母声声喊着伊查某囝的名的时，新刻二妈的目睭煞滴落一滴目屎。
老诶老诶，是咱品娘啦！伊有听到我这个老母咧叫伊，所以伊老爸才会来甲咱讲，伊伫遮啦。了解父母和父十岁，将廖品娘附灵伫二妈身上的代志，讲予表公听，大家拢感觉真神奇。后来的白虎宫搁和大溪地庄约定，伫每一年的旧历三月，要予二妈当后头厝一孝心。只是讲，每一届老二妈要对西屯回銮时，天气总是透风落雨，啊，新疆拢爱三请四请，才肯要入去白虎宫，这予礼头店的信众足头疼，所以因后来就改做三年，才当来西屯相亲一届，而且敢若住一暝，以免二妈毋肯倒来白虎宫。这也就是咱今年阁有办老二妈回銮活动原因。兄弟，多谢